啊，你要喂，秀秀秀，还完了！哎，怎么又是烂尾啊？哭啊！天才代厨，官方爱小老鼠 MVP 六六六六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所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很早开台都错过，那你要检讨啊，等你要更早起床啊。哇，我不会玩撒娇啦。不要啦，不会玩撒加啦，我要玩射手，我要有抖内才会玩撒加啦，没有抖内不会玩啦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日。聊天室有没有人要约爬山啊？走啦，爬山啦！聊天室有没有要爬山的？什么枕头山？真的很养生。大坑啊，大坑步道啊，健康步道啊，健健加康康健康啊。凡人哦，这样子啊。你不玩凡人，那我要玩凡人喽。零零传人，胜率69%。哦，哎，大家小拜，哎呦，全部都是 S 的。星魁卢米亚、马洛斯、皮皮跟林地，没睡饱。还行吧。这个林地前景应该还好吧，我带小精灵，他怎么可能打得赢我？别闹了。这一波没按好，我有兵没有尾到，不然林地就倒了。哎，这么狠！哇，被林地那个陷阱炸死，那个林地前面伤害太低了。无情塔杀，嗯，这个现在是能穿地形的是不是？我那个二技能是能穿地形的吗？拉一下，别着急，回来再玩零零，我觉得蛮，就是这个地图地形的关系，这个零零拉打还可以，还算可以吧。哎呀，好烦，又被抢走了。QQ， 这个牙牙好像也是会玩的，我感觉。这龙感觉能带，那个 CD 要没？看青剑有没有要吃吧。不吃龙啊！对嘛，这个龙要吃啊，不吃好奇怪。哦，终于是我们的了。
还有星葵，拉一下。对啊，玲玲以前的爱角哎，很久了。嗯，对面那个皮皮助攻我，把那个兵骑进去让我推塔，呵呵呵，优质。回上兵，回上兵。我们的经济是领先的哦，很可以哦。青燕是没有打人的意思啊，那么蓝 buff 都拿一拿，都拿一拿。这野怪不要浪费了。但凛凛这个吃野怪速度是确实变慢了。再回上收兵吧，把钱拉起来。早安呐、啊，幸亏我觉得我都能单杀、啊。好了，见好就收，拉一下。无情收割，就我的零零玩的还可以啊，拜拜。天才狗狗。拉一下，笑死，我超痛嘞！零零传人，胜率69%。啊，你要回，秀秀秀！哎，完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往后拉一点，算了，也是一波了。哎，怎么又是烂尾啊？哭啊！
推塔了，拜托了，也不是拜托了。奇怪嘞，这能结束的局都不喜欢摸塔嘞。GG。哎，马洛斯那个好丑啊！马洛斯那个往后拉一下就好了，我没有想到那个马洛斯会往前劈。刚那个说谁说什么？我今天要打个十场，我十颗星嘞，可以关台了吗？我今天璀璨没问题，问题可大了。说实在，这把能减35.9%的输出，零零之鬼，减减减。